就会另外来分到三路，难道老唐比前世一条生？我说不出，但从破坏政府到神剑一族，再联系到绿色经纶，一三者紧紧相连。第三想过，破坏政府其实才是真正最大的受害者吗？你怎会突然有这种想法？ 一些中有像声音，像提示木，加害者仍有他人。好，挥舞天石，用心千年，用逆天之气，独破科研飞魂。你在外围挥舞剑气，得到七条龙，无敌顺风。固定格，等怀疑人物，用神技能相互，拯救挥舞一敌。 红娘，直接得到金鸟。哦，哦，接受高峰，上水顺。天龙国最终神仙关，拥有红合两地相争，争取武松的血。我娘惊死，花枝交地结婚，今日要你全部偿还。好。 再无保留，红日雪就落成天赐之物，剑结合流，化最终一击。这位对星宫殿，六神一怒天赐命。好，六宫神中不可置信的一步，天之咒连续性动感过人，但在此时。 突然间，金色彩虹闪耀，惊见，我是，心之玉碎，有忠心的，魂中红心龙，极为刚天气。 天命之神魔高峰。